欢迎来到放大镜的谜语小天地。今天要让大家猜的谜语是，在果园，主人放呀，请稍等。在果园，对不起，果园主人发现小明在树上偷苹果，便警告说会告诉他父亲。小明一点都不怕，为啥？给大家5秒猜，五四三二一，答案是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因为小明的爸爸在另外一棵树上偷苹果。大家猜对了吗？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去点赞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